上节课，马克他们刚刚到达朱家角，询问了集合时间和集合地点。现在他们已经游览完了朱家角，回到了大巴，但是尤美还没回来。尤美去哪儿了？马克给他打了电话，一起来看看吧。马克，你到的真早。哎，我怕迟到。朱家角怎么样？真漂亮。先上车吧，车上凉快。尤美还没到，我给她打个电话吧。好的，麻烦你了。喂。喂，我是马克。尤美你在哪儿呢？我马上就到了，两分钟，请你们等我一下。好的好的，注意安全。马克，你到的真早。你到的真早，真加形容词，表示真的、的确。11:30集合，马克11:10就到了，真早。马克到的真早。动词加的加真加形容词，我一般晚上12睡，他10就睡了，可以说他睡得真早。马克的汉语怎么样？马克的汉语说得真好。先上车吧，车上凉快。先上车吧，车上凉快。先上车，先，时间上的顺序，你先上车，我后上车。你先吃，你先去。好的，麻烦你了。麻烦你了，请求拜托别人做什么事时说的话。请给尤美打个电话，麻烦你了。请换50零钱，麻烦您了。喂，我是马克。喂，我是马克。用汉语怎么打电话？一起学学吧。To make a phone call in Mandarin, you can start with 喂，我是马克。If you pick up an unidentified phone call, to be polite, 你可以说喂，您好，我是马克。If you want to know who's speaking, please use 请问您是哪位？再见 or 拜拜 can be used to end the conversation. 我马上就到了，两分钟。我马上到，马上，事情很快发生，时间很短。我马上到，很快到达。饭马上好，我马上回家。请你们等我一下。请你们等我一下。动词加一下，意思是时间很短。等一下，等的时间不长，两分钟。我想休息一下，休息的时间不长。不知道去哪儿吃饭，我想一下，想的时间不长。好的好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be careful， 还可以说路上小心，提醒朋友家人等外出游玩时注意交通安全。试试用汉语打个电话吧。你到的真早，先上车吧，车上凉快。我给他打个电话吧，麻烦你了。喂，我是马克，我马上就到了，请你们等我一下，注意安全。